因此他下面这道也在不可须臾也。这个须臾两个字呢是古文，古文我们小的时候常用，现在白话呢很少见啊。那么这个须臾两个字还有在佛学，印度的佛学里佛经经常用三了，有个名称叫三了啊。什么叫须臾相三呢？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这么一弹子之间有60个三呢，我们的思想转得很快的啊。譬如我们大家看书写字，写一封信，你是简单的写一行字，我们里头的思想是不是简单这一行字里头不是已经想的别的事情很多了，很快很快转动。所以说这个思想在内部的转动啊，一刹那之间一虚之间有960个转动，这是科学了，现在科学来求证。所以要道业者要修正人生，把它改正到归到自善这个正在里头啊，不可须臾理，必须要靠教化，可以非道也。那这个，所以他说要研究人生自己内生，翻省起来，生命有一个东西超然在独立，超然在身体脑筋外面，自己的思想有个超然而独立。比方我们讲讲睡觉，睡觉会做梦，你说我们做的梦是不是自己思想构成的，这是问题了。譬如说人生都活着，人生谁没有做梦啊？我常常笑讲这些问题，中国人梦讲一句很有趣的话，是男女之间夫妻之间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看到两个男女夫妻有意见要分开了，哎呀他们两个人啊同床异梦，同时睡在一个床上啊，夫妻盖一个睡一个枕头，盖一条被子，睡一张床，他梦是不做一样的梦，就形容了这两个感情有问题，叫同床异梦。那在我们讲这说的我就笑了，请问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同床同梦？不可能，同床一定异梦啊。那么梦是个什么东西？当我们做梦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思想？这个梦的科学研究那就很厉害，这个讲起来说我说时间很短啊，是提到所以这个梦是自性的变化，当你在睡眠分明的时候自己意识起的活动。那么现在西医现在生命科学认为是脑的问题，譬如我们睡眠每一个人睡眠真正睡8个钟头或者6个钟头这个不算数，真正每个人睡眠只有15分钟每天，不管你睡多少钟头，其他的时间干什么？每个人在床上在做梦，在睡眠当中。可是我们觉得昨天睡得很好，一夜没有梦，因为醒了就完了。那这个梦多少时间呢？譬如有人做梦做了一辈子几十年的梦啊，不是这个例子很多啊，举的例子很多，现在时间问题都来不及随便讲。任何人一个梦最长的梦没有超过5秒的啊，大家梦到自己整个夜里梦到在美国了，在法国了，那么远的路啊，在股市一大堆，醒来以后还在讲梦，所以很多人
说佛说道的，大家普通一般人喜欢来问梦。老师啊，我昨天做个梦啊。我说你不要说，干什么？中国人痴人说梦，笨人在说梦，是个梦，把梦当成真实是个笑话。可是把梦不当真实也是个笑话，因为有些人有些事梦得念咒，那是很科学的啊。在我本身的经验，常常过几年曾经做过梦，没有见过的人梦中已经出现了，哎，最后一见面，呦，你我认识的，一想哎，哪来梦中见过，好像也谈过。那么我只要看到这个人在梦中见过，他下面跟我讲话不就需要听了，因为他现在跟我谈的就是梦中要谈的一样。那这个梦是很理解的，说除了梦以外，这个梦给自身，那么大家说的夜里做梦不知道白天的梦，譬如现在诸位坐在这里，你们要各地来的，杭州啊上海跑到这里，好，现在坐的听我这样一乱吹一讲，你们忘记了来源，那个头上的真不真天，那白天那个梦已经过了，哎，白天的梦跟夜里的梦两个在互动中，一个静态中一个动态中的不同啊。这个梦境呢，自身的作用意思啊，我是讲到这个中庸这个书就解释啊，他所以说道也在不可虚理也，他没有跑开你生命的外圈，可立非道也，子古是古文，那现在在华文就是翻译成，所以子古这个你看到古文讲子古，就现在讲所以今之啊，再胜即受，不度恐惧乎，即受乎分，莫见莫现乎眼的见念能现，现在的现，莫现乎为，故今之任其独悦。他说我们自身这个生命思想中感受当中有个东西，这个东西究竟是唯物还是唯生呢？所以十古，所以说君子有受过年正式教育的了不起有智慧的人，再胜或接受不动，这几个话很严重的，要非常在意小声，胜非常谨慎，接受不动。我们有一个自身，譬如一个人，你们大家都在做事呢，有时候一个事呢，一个思想决定错误了，你后悔都来不及，这个是自身意识的错误，看不见自己所做人做事自身这个动用非常小心，再生活接受恐惧后接受不忘，这个东西自身这个心理感觉思想决定一个事情，一个意志是有时候看不见听不见啊，某些不愿某自身在哪里，这个生命的智慧的这个作用，某些不愿，你现在看到这个见了啊，这古文读到这里就晓得这是现实的现，我们讲现在呈现出来啊，我们从古文的呢看到见了，在某个地方当看见的用，在这里当呈现出来，某些不愿这个自身啊，我们人在哪了解自己自身的个什么东西很难了解，目眩不眼他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起心动念讲话感觉，譬如我现在讲话你们在听话，在听吗？没有在听，听到我的声音了、啊，
一进去你已经在里头转很多，这个家伙讲的对不对，这一点有道理，这一点我反感，这一点自己已经下了很多作者，这个作用啊，某些人找不出来在脑里头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东西生命的来源有问题啊，莫学复为。因此你懂了这个道理，做人做事的时候决定一个东西或者感觉一个东西，显不为很微妙的时候看到。譬如我常常说，譬如用一个人啊，或者你们做老板了，或者要请一个严重的人来做总经理啊，你今天好像是面试好几个总经理，有一个人进来跟你那个修理也很好，一切都很好，拼命也很好，可是他跟你谈话的时候眼睛都在转东看西看，一边答复你啊，嘴里跟脑袋好像连不起来，他已经停歇了，他心不在焉，你这个工作他并不需要啊，他已经明显的停歇在帷幕很微妙的动作下看见，故是古文了。那么那百经百话，所以君子慎之多业，有个自身的生命超然在独立在头脑的一切以外，自己要找出这个东西来慎之。那么下面就跟你讲了，喜怒哀乐之谓法谓之中，不念中啊，中庸这个中字大家当中庸念错了，我常常告诉大家要用湖南音，我们中国文化的葫芦一带中就为中，湖南音山东的音，山东湖南人说这个东西对了没有啊，中啊啊，我的法院呢，不及山东湖南人总说中啊，对了，所以念成中呢有一点问题，不过也可以这样念啊。喜怒哀乐为法之为中，法而该众皆为之和啊。那么先讨论这两句问题就到了。刚才讲到自身问题，哎，现在提出了一个情绪问题，也是这个人生有思想，对不对？人都有思想，譬如大家坐在这里听的时候，脑中心里在思想，有个情绪呢跟到思想在跑，你不知道喜怒哀乐同时起作用。喜是高兴啊，怒发脾气讨厌，譬如我现在讲话人们听对了，嗯，这个不错啊，哈，喜欢一点听啊，怒放狗屁他都啰嗦，发怒喜怒哀，就是讲现在讲有些人自闭症，内心经常郁闷啊，譬如你们做事念的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天天要应酬喝酒卡拉OK跳舞，你不这样发泄，你单独坐下来就发闷，有孤独归爱的现象，这是情绪啊，喜怒哀乐很开心很放心。现在提到四个，实际上呢中国话刚才讲人生啊有七个，喜怒哀乐爱物欲，叫七情六欲，这是情绪属于生理的问题。我提到的情绪跟理性之理性的问题啊，人生命下来生命的存在，即使有两个东西，一个感觉是情绪上的，
一个是理智上，喜怒哀乐他只提出四个方向。实际上在中国文化来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每个字讨论起来都很厚一本书，牵涉到哲学、宗教、心理学、生命科学等等。尤其这个爱字讲不清楚，现在我们讲教育的正向台要爱的教育，我们就笑，这是西方文化的爱，基督教精神的爱，所谓不爱来的啊。现在每个人家庭生一个孩子，爱的教育，我发现很严重，中国人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一代。生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八九个人捧他，每一个男孩子都是太子，都是皇帝，每个女孩子都是皇后，爱的爱坏了啊，非常非常严重。西方文化爱的教育，这里是讲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爱是大爱啊。中国人过去不用这个字，用忍，忍你那个人啊。那这个里头讨论起来很多了，爱、贪爱、贪名、贪利、贪一切东西都属于爱。物，人性里头情绪自然有个讨厌，任何一个人，比如吃一个菜，你喜欢吃，我讨厌吃它，这个属于物。在中国字啊，原来就是善恶的恶，发音不同啊，现在叫什么第三声了，口误的误。所以我们读古文啊，看到这个善恶的恶了，在右边的上方打一个圆圈啊，有些古书啊给你印有个圆圈，有时候老师给你打个圆圈，你就晓得读音了。这个不念善恶的恶，口误的误，爱恶欲欲，想你的男女两个性的爱叫做欲。后来这个欲字下面男女性的爱加个生字，所以男女性爱两性的爱。欲乃是大欲，孔子说过一句话啊，你看念旧世改中学文化哲学，孔子先提出来最早。什么西方的啊，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百家宗教后来提的，时间有差别。孔子说一句话，男女应是人之大欲成也啊，人生来就要吃啊，下面就要发泄，吃进去也要发泄掉，很奇怪啊。生命的两个欲望最大的，一个怎么吃，一个怎么发泄。简单的古文就叫男女关系，性的关系，饮食喝的吃的，人之大欲成也。人类其他的动物也一样，就是最大一个欲望。譬如大家为了发财做官，人生求个美好的环境，规规矩矩讲干什么，就是为了一口吃，一个发泄，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可因此呢产生了许多的矛盾啊。这是顺便介绍的，这里告诉你喜怒哀乐未发，他没有发动以前，懂自身的清净善良是一样，为之重。对了，人生的清明的一面善良，
可是我们做任何事一定不碰到喜怒哀乐，乃至夫妇之间、父子之间，养个小孩，小孩就得在，哎呀，这个孩子玩得高兴，自己也碰到喜欢，一做不对了，就很难过，喜怒哀乐。譬如我说，你做领袖的人，要是看个人做了错事，发了脾气，这个是修养问题了。做老板的大骂他，你一边骂的时候，有一个自己有个理性，还是知道差不多算了，不骂也可以，原谅也可以。可是到那个时候，情绪忍不住，这个喜怒哀乐一发动的时候，盖住了那个善良的天使。所以说，做人做事，真讲做事的修养，情绪跟理性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好老板、好的家长、好的领导人，真正的修养就在这里。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一切，自身本来是清明。那么喜怒哀乐会不会发呢？会发，发而在中间为之火，重结。当碰到一件事情，自身知道，我们自身是一个作用啊，自己会知道理性的关系。可是那个情绪受不了，情绪会发，发而在重结。他查到好处。理性修养高的人，他把情绪归到理性去了，可是重结是在罚了，他调伏了，这就叫佛。现在我们不是讲和谐的社会啊，我说名称用得很好听啊，字也用得好，谁能够做到真正的和谐的修养就很难，罚了该重结我之后啊。譬如我说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很多我们多读书多念着历史，最近我就提倡这里大家在读历史，真实何在，就是讨做人做事的经验，只有这个课程。宋朝一个有名的宰相啊，寇准，大概你们因为历史不太清楚，也许知道这个名字，也许不知道啊。当宋朝的初期，他鼓励皇帝亲自带兵出兵打北方啊，大梁出兵到湖北。皇帝心里也害怕，可是寇准呢，拿许多理由鼓动皇帝到了最大的前线。那么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叫澶渊之役，很严重一次的战争，等于两国的相争，皇帝亲自做元帅，带兵到了前线，寇准做宰相，这个书生一个人玩的。皇帝到了最前方的时候，夜里都不安了啊，心里很不安，就问，叫人家打听，问这个宰相，宰相是副元帅，他在做总指挥，夜里啊跟敌人就是对面，两个都相对了，跟敌人那是成兵百万，两方面都很严重，一战失败了就亡国，成功了就是统一天下。叫人看，你去看看这宰相后宰相的干什么？结果回来，太宰回来给皇帝报告，后宰相，哈，在敲麻将，打牌，高声的很，大叫。我对了，火了，
那一边喝酒一边大叫，这个洪七平俩放心了，看他那么轻松，在前方这个上海话性命高乖呀，就要命的事情，他老兄还来打牌喝酒在玩呢。第二天出兵胜战，像寇忠这个人，有一次就宰相，等于现在总理了。啊，权力很高的，比古代的帝王的时候宰相这个权力很大了，当政争一把抓。有一天晚上，他在这个旁边呢，告诉他有人从凑过来，很多客人坐在一起讲话讨论谈问题，有人过来，旁边人跟他耳边讲。报告有一件事，宰相的印不见了，宰相这个大印不见了，这个很严重啊，古代用这个印绳做官。寇忠听了，印不见了，这个多严重啊，非常严重，他不动声色知道了，这是一句话，叫人去吧。医生不行，照样的谈话，照样的吃饭，啊，晚上照样的睡觉，也不动声色。到了第二天，旁边人告诉，这个大印又回来了。他说：“哦，知道了。”这件事历史上很有名一件故事。那么这件过后，大家也知道，有人问他，问这个寇忠在，当时那么严重啊，硬掉了，你不动声色，脸色也不改，啊，就哦，知道了，你去吧，哈，就是这句话。后来硬回来了，第二天你也说知道了，这也不说别的。这怎么回事？他说：“哎呀，我知道了。那天夜里，他们告诉我硬掉了。医生在我们旁边，下面人拿了别人的红包。有个事情，或者是房地产啊，或者什么要盖个大印，这个人拿，是谁？他知道，心里不问了，等着慢慢处理。”他说我当时是问五月整张，这还得了啊，马上追走这个印不回来，永远不回来，可以毁灭了你啊。所以我知道他们大概拿了红包就了，给人家勾搭外面做了一点坏事，盖个印就完了嘛，啊，所以不动声色，等到第二天回来，我想得到的一定回来，你不要当一回事就回来了。这种事情下面会容，至于说这个案子要不要追，就跟那个人干的他心里有数了，那是另案处理啊。那么第二天果然回来，像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很多，人说读历史啊，懂得人生，就是讲到喜怒哀乐未发之外，发而在中间，当你喜怒哀乐来正要发脾气的时候，你理性坚强，这个自信把自己忍一下，把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你们诸位要谈修养，能够自己变动自己的情绪归到很平淡，这是学问，这不是知识了，你知识再高也没有用。那么又见你们大家在做事的时候啊，做领袖做老板的时候，非常非常注意这个，这个修养不着家，学问你的知识学问地位都是白费的啊。所以说喜怒哀乐未发之为重，
发而改众皆之为祸。所以众也在天下是大同也，众大众了，人生局势和平。譬如刚才我们讲课啊，大家在听课就是一个名称了，正坐在那里听啊，刚刚休息十分钟去喝口水啊，上个厕所啊，这个时候刚刚坐下来，心情很和平，喜怒哀乐之为法为之众啊，天下之大方。动起心动念，情绪发动的，要是它和，怎么和呢？综合理性克服了情绪，啊，和也在归到和平，平常一样，天下是达到的，这是最大的一条通路。所以这个修养到了，人生自中和，天地为也，万物欲也。这两句话讲出来，拿物理科学来讲，好大好大的学问了啊！譬如像我们今年的天气，到今天快要到端午节了，应这个大热天，可我身上还穿的啊，还有棉的衣服了，寒冷，你们住啊也是好一点，年轻人啊，这个天地啊。真的有大变化，这个大变化也影响人事情绪啊，不算综合的天气